这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。在使命召唤手游中，玩家会花大价钱购买神话皮肤，因为神话皮肤不仅外观炫酷，并且拥有清晰舒服的机瞄。但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了继北搭配出了红点冰龙，这个红点搭配到冰龙身上，这给我难受的呀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野猪真就吃不了细糠。于是乎我把我所有的神话皮肤全部装上了红点，不能让我自己难受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哎，还挺好玩儿。